2023年跟着梦丽姐一起爱健康。今天呢，梦丽姐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晨燕最畅销的一款产品就是佩仁啊，佩仁迪啊。可是呢，各位知道吗？我们这些佩仁啊，佩仁迪啊，它是利用冷冻干燥的一个制造方式研发出来的。所以说今天梦丽姐想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就是冷冻干燥它的一个优点。第一个它可以保留食物的原味以及完好的一个营养成分。第二个，它可以保留食品原有的外形之外呢，还有它的色泽，还有它的整个过造都可以保留得很好。第三个就是加水之后啊，能够快速完全的复原。第四个常温长久储存呢因为不用再添加防腐剂，对我们人体的健康真的是超级棒的。第五个的话就是说，重量就很轻啊，然后就让我们第一系带啊运送啊然后运费比较低啦那第六个的话就是说，让我们整个在食品上更为浓缩啊，各位知道吗？所以说各位如果喝到我们晨燕的佩仁啊，佩仁滴，你会觉得相当相当的便宜，里面有20几种的蔬菜水果，然后加上也是浓缩的食品，另外再加上我们晨燕高科技的一个冷冻干燥法，它的优点这么多，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这些食品的时候并不是去看它的价钱，而是要看它整个的成分啊，它的安全啊，还有它制造的一个方式啊，对我们身体是不是有帮助所以说今天梦丽姐利用一点时间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各位喝到的佩仁啊，佩仁滴啊，真的透过我们晨燕的研发，让你每天排便会很顺畅，然后无形当中呢，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慢慢慢慢获得健康所以说我今天很开心，每次要分享佩仁的时候啊我真的都希望说大家可以开始来使用我们晨燕的佩仁真的很棒谢谢大家。2023年一定要跟梦丽姐一起爱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快乐，谢谢你们谢谢。